很多女生要买内在美哦，不管是到专卖店或者是百货公司的专柜，甚至是网络上面，其实要买都非常的方便。但是呢，男生对于内衣的选择就没有这么多咯。所以现在呢，有业者就看准这样的需求，特别开设了男性内衣的专卖店，不但有多种款式、材质让民众来选择，还在开幕日推出1块钱促销的活动，果然成功吸引了消费者，大排长龙。先休息一下，广告回来还有更多新闻内容，包括来看到的是在包厢后。